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的陆陆续续的进来了，也感谢主让驾到华府呢，有机会在线上跟您、跟同工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呢，有这个网上的线上的论坛。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呢，就叫做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也很简单，也很贴切，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教会在当中，也有面对这样的这个困难。我们也感谢神，让驾到华府，在过往的时间也举办了不同的网上的论坛，现在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有同工。在我们中间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也盼望就把握时间我们从8点到9点这个时间，假如问题很多，我们长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们说做盼望能够尽量把握时间，有开始有这个网上的论坛，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是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今天晚上的时间。很方便。首先呢，我们就流程也很简单。我们先请张纯华牧师来分享。先介绍他。张牧师是美城团浸信会的现在的牧师。他之前很资深，在很多的在不同的教会浸信会里面有很长时间的服侍。我们今天晚上谢谢他。我们第二位要分享的同工是李静波牧师，他是美丽境福音堂。的国语的牧师，他也在加拿大来受训练的，感谢他在我们这边来分享。再有第三位呢是傅斋恩牧师，他是城北团基督教会的带领的牧师也感谢他，他之前也在国语堂你们当这个带领的，我们也求神今天晚上使用我们好几位的同工一同来分享来思考这个题目。假如你们有问题的话呢，请你们可以用这个 chat room 里面把这个问题写上去，打上输入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题目是什么，我们尽量安排时间来做这个回答你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在这里再欢迎大家来参加大道华府所举办的一个网上的论坛，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华人教会都很有负担，很盼望能够知道更多。其实加拿大华府呢，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有做过一个的调查，一个的研究吧。这样子，我们加火华人教会2004年，我们用招募工人方的这个题目来采访了访问了很多的同工。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华人教会有主任牧师啦，有英语牧师啦，有粤语牧者啦，也有国语的同工，这些牧者都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题目，盼望你们有机会呢，也去看看这个加国华人教会陈梦贤的博士，他带领这个团队来做这个已经很多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呢就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那我们先请张纯华牧师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每个讲员呢，他们都有8到10分钟的时间先分享，然后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做这个讨论。好，请张牧师。我尽量用10分钟要把它讲完。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只是加拿大的教会是有这个问题香港、东南亚、美国都有这个问题。我就有分开3点来跟大家分享有3类的国语教会，第一类就是山语教会可能这些教会起码有几百人到1000人3个语英语。国语、粤语都有自己的教牧同工。假如这样比较人数多一点的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办呢？第一个方法就是空降，不知道普通话是不是用这个字眼对不对？
空降是从外面请一位资深的善语的牧师，两语不行，一定要三个语言都通的一个牧师。现象就是这类的牧师很难请，因为很多人很多教会都需要，大的教会也很多所以竞争力也是很大假如请到的时候可能里面有一位两位的同工本来以为自己有机会正升到来做这个主任牧师的没有机会他都离开也不一定或者心里面也不太顺服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可能有一两位 可能有这个现象。第二个方法就是内部晋升内部晋升就是在同工当中选一位起来做我们的主任牧师有一个危机就是可能通不过最好的不要气馁还是留下来顺服的继续做普通的教牧同工普通的牧师假如通得过最好了假如通得过有一个牧师晋升成为一个主任牧师的话可能也其他同工可能有一两位也不太服气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危机考虑的危机第三个方法我相信是最多教会用的方法就是人数多一点的善举教会就是三个堂都有自己的 leading pastor 就是leading pastor 三个加执事会的主席四个人组成这个 pastoral council 当作主任牧师的权力换句话说这个 pastoral council 的决定就等于主任牧师的决定这个反应假如大家同工的话同心的话也不会出现什么的问题第二类的就是双语教会就是有国语跟青少年的英语的教会这样从外面要请一个来不容易假如大家都不计较的话大家也忠心也有这个牧者心肠这个恩赐的同工也可以试试看把一些属灵的决定交给他不过也是没有称他做主任牧师的第三种就是很多教会人数不多少过100人几十人小型的教会只可以聘请一个同工只可以聘请一位的教牧同工这样的话也没可能在外面请一个进来当然要把他升的主任牧师也要看他的恩赐看他在一个教会做多少年他的表现怎样所以我就觉得假如没有牧师这位同工不是安利的牧师没有有没有这个胆量把他称作叫主任传道他不是牧师称他做主任传道给他试试看来做好像做主任的工作因为教会人数不多嘛只是100人以下甚至几十人我就是这个例子我28岁神学毕业我去的一个礼拜堂是一个分堂我们叫做福音堂是有母会的我的教会当时只有40个人左右我一上任就是主任传道但是当然母会的主任牧师就是我的顾问所以还有执事会主任牧师看着我但是已经把名称叫我做主任传道这个也是第三个方法不知道大家特别是教会的执事敢不敢这样来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教牧同工最主要还是属灵的素质很多人都想安利做牧师这个也是正常的想法最主要就是很清楚你的呼召是不是做一个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假如把自己的传道人的工作当作职业我们就会碰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困难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来做服事有吃苦的性质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最后一点
就是假如教牧同工来做这个属灵数值的话，我要掌握那个数值，我觉得教牧同工应该在讲道跟关怀这两方面下点功夫特别是讲道关怀很重要，假如两方面都做得好的话，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的牧者我们不要给这个领袖这个字影响我们我们就是领袖，领袖就有权领袖就要发命令假如这样的话，很多人事问题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教牧同工最好就是清楚我们的呼召，有受苦的心志，爱我们的羊群然后在讲道跟关怀这两方面加点努力上去。我相信我们这样来牧会就是不是主任都我觉得没所谓没有这个 title， 但是你的工作已经是好像是主任的工作了这个特别是小教会我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张牧师，我们真的很相信讲道呢跟关怀两方面很重要的恩赐与服事，在我们主任牧师当中是非常重要，还有其他种种的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李牧师了请李牧师来分享李牧师也有 PowerPoint， 我知道。好谢谢谭牧师各位牧者牧长同工平安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这么多的牧者前辈们，特别我要声明我没有做过主任牧师是不是，我是一个国语普通话堂的牧者现在从2004年开始全职在普通话堂牧会那我现在的服事的教会是美丽境福音堂是在这个2005年我在这个堂会服事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堂会呢现在的状态刚好就是和今天的题目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现在我们就是在没有主任牧师的一个情况下在牧会运作，也就是我们的同工在整体的配搭上是缺员的我们有粤语的牧师也有一位英语的牧师，也有一位这个普通话的牧师，就是我当然我们现在缺少的不仅有主任牧师，还有儿童牧者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缺乏，不过也祷告上帝能够在这项运用。但我们的教会呢，因为有40年的历史我的分析思想的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呢，我是从我们有什么开始谢谢张牧师提纲挈领的将不同的教会的模式需要和主任牧师还有传道人的一些素质在前面有个分享我完全同意。那我这面呢，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堂会美丽境福音堂，我们有什么，现在怎么样配搭运作的呢，我就将我们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一个行政架构会章的一个调整来作为一个分享同时我们还有我们宗派的一个整体的事工的评估标准我们说教会是有也算是法治吧，我就说法治不是人治这个法治呢，就有一些客观的评估的标准在不同的事工上的一个衡量。我先把我们教会现有的这些行政架构的运作的关系我先介绍一下，当然我也是主任牧师是在中间做一个带领。我现在把这个屏幕 share 一下，好像没有，谭牧师。谭牧师还是没有看到。麻烦再试一遍吧。再试一遍啊。跟我情况一样。跟你情况一样哈。OK， 还是没出现这个屏幕。有了 ，OK， 好了，我这个出来了，好，那这个美丽境福音堂，我们我就讲一下，大家都各个堂会都有
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长老、有教牧同工和执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各个行政的一些部门啊，也都在中间也有些设立，特别是我们早期是粤语施工，粤语的施工，那也有主日学、布道各方面施工的展开。后来我们加上英文儿童，大概15年以前，我们有了普通话的施工。那这是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大概有35年的历史都是这么一个展开的。那最近这3-5年呢，我们也是教会根据华福在几年前用王乃基牧师三言两语的国语教会的一个模式就做了一个调试。那是在主任牧师、长老、执事稍微这个组成了一个架构会章的修改，就是在这里就是现在这一个新的情况了。将整个全教会分成这样4个事工在中间，那么牧者、长老在中间的时候，成为一个核心的团队，团契拆传，之后也是。各个总务还有委员会说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意向outreach 啊，还有在这面关顾啊、爱顾啊、门训啊，再加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传递培植啊，都是在这里面都有，是我们现在有的。那因此呢，我们教会呢在新的架构怎么样三言两语的背景的教会能够更加完善啊，既有一个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个整体的配搭呢，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一个新的组合。所以我们的牧师的团队呢，就组成了一个过渡小组来做这些的配搭。那么这个过渡小组呢，在中间三言两语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粤语堂、国语堂、英语堂和儿童事工都是相对独立的。都有自己的教牧者侍奉的人员在和同工执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主任牧师的角色非常重要，就是他能够将长老、执事，当然执事也包括我们未来要成立的理事这个调配呢，只有主任牧师这个平台，他才能够将整个教会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个平衡。所以在这里很感恩我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调整。那当然在神的话语上就是不能一个人担当也是在旧约民数记摩西也是将这样的一个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组织起来来牧养。那同样等着到了使徒行传也是将我们这些被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的还是比较专心的祈祷传道为事。而教会的一些行政 business 呢堂会的打理呢就交给一些蒙主选召圣灵充满的人这个呢是在中间非常符合这个圣经的教导。那在我们教会的中，因为我们是有宗派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在主任牧师除了主任牧师之外，我们这个呢就是我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就在 AGC 的我们这个宗派也有这几方面的内容我也不详细讲了，大家每个堂会无论是独立的还是有宗派的都有一些方面，就是来衡量在没有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宗派给我们这些属灵的这个方向内容有一个自我评估，比如第一方面寻找失丧者，完了之后呢有个评估反思行动，完之后呢就是建立信徒，之后再有就是装备侍奉者，我们在每年初和年底都有个自我的评估特别去年我们没有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方面拿出来尽心尽意爱神，总共是10个方面如果要的话我都可以给华福大家可以做参考这十方面就是帮助我们在自己普通话堂内部在敬拜啊、基督教教导啊、关顾啊、拆传短宣啊，还有我们本地的门训啊，
这一些方面呢，给我们一个平衡。因为没有主任牧师在中间，我们就看到哪方面是需要加强的，哪方面已经有了我们可以巩固的。如果有些方面我们可以展开的，也可以在这个客观的指标上我们有个衡量。当然我也很感恩，因为主任牧师的角色，无论是在我做神学生的时候，主任牧师就是我的 supervisor， 啊，等到我去实习的教会是个浸信会，当然这里头我也在这期间要谢谢张春华牧师，他是我实习教会的导师，指导我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在三福的培训上，他也是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短宣，在我生命的可以说是个生命的导师了，所以我也谢谢张牧师。那当然作为主任牧师，我在实习的时候，那他在我的这个方面就给我一些指导。那主任牧师也一样，有一个带领和指导，还有一个辅助。等到我现在的美丽应福音堂，当然我们有前我们的主任牧师，这里也在有麦振荣牧师了，也是资深的牧者。后来当然我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后来的几位主任牧师，我现在发现每个主任牧师上帝都用他和他的一个意向带动教会，无论是普世宣教，还是基督教教育，还是属灵操练，以至于教会的核心价值，这几个我会发现，哦，都是某一位主任牧师来了，无论是空降的，基本上我们这几个都是空降的，就是但是呢都发挥了一个作用，帮助我们教会的一个整体的建立。我们普通话堂也在这些牧师的主导下也得到了一个建立。当然我们的长处短处也在中间有些磨合这是三个堂会中间的这个运作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说主任牧师感谢神，上帝用不同的性格的或者不同恩赐的主任牧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这前前后四十年就开始建立他的这些圣功在我们中间。我也感恩普通话堂也在中间蒙福，但是还是这么讲，现在我们大多伦多普通话背景的传道人很少在主任牧师的那个岗位上被神用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我相信可能在未来上帝也会同样用普通话背景的传道人放在那个岗位，上帝也用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也发挥出主任牧师的功能来，使得整体教会也透过那个背景的牧师得到建立，也未可知，上帝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在历史中现在是三言两语背景的，我们受益于粤语背景的主任牧师，受益于英语背景的主任牧师，那教会能不能也受益于普通话背景的主任牧师呢？今天这华福的这个会议就给我们一个敞开的机会，因为上帝要做他的工作，愿荣耀归给主。这是我的分享。好，谢谢李牧师刚才我们提到张牧师，他当了很多年的主任牧师，李牧师他很谦卑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当过主任牧师，也是国语背景的，这个也是我们往前要看究竟怎么样神才慢慢的把每个人的最大的效能把它发挥出来。刚才两位的同工都讲了，就是需要真的在教会没有主任牧师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team， 有一个 council， 这样来帮助这个团队来带领来服侍代替这个主任牧师。所以现在我们要分享的傅家恩牧师呢大家都明白了，这个我们多伦多这个 Richmond Hill 的城北的华基教会呢就有个很特殊的安排，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傅牧师让你来分享一下一个很比较不寻常的一种的安排。谢谢你，傅牧师。好，大家平安那我就以自己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传道的旅程吧。那我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了21年，头19年都是国语背景的传道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然后呢现在在这个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呢，我们跟另外一个我们的英语部的我们的牧者崔浩明牧师，我们两个叫主领牧师，所以有两位的。那我也跟大家呢很快的去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
一个了解，因为大家中间可能不同背景规模的教会都有，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一个见解吧。很快的说一下呢，如果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怎么办？那我从一个最远的角度可以说，故事是这样发生的。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是教会的主啊，我这是一个前提，两个前提的第一个前提，耶稣是我们教会的主。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呢，其实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主任牧师的啊，当然主耶稣基督也升天了，我们也知道，当然圣灵在这个基督徒啊他的门徒的心中啊，然后呢也有这个神的话语留在他们中间。但是你以一个这样的题目去了解，回到圣经里面看呢，是他是没有主任牧师的，他只有圣徒相通，只有圣徒能够彼此这种的生活。那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一个封闭的国家的家庭教会呢，也是很凸显的有很多的地方是封闭的，那么他也没有主任牧师，那么他们怎么样去生活呢？其实也是有他们的这个的发挥大诫命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也能发挥出来。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可以没有主任牧师吗？问题就是说，我不是要倡导推翻，就是说原来开始也没有主任牧师，有一些地方没有主任牧师我们就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教会可以没有主任牧师，就是说如果当中有一些我们有教会但是没有主任牧师其实这段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呢，其实是不要怕，是没有主任牧师，我们只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只要圣徒能够在一起，按照大使命大诫命这个耶稣的这个吩咐呢，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活出教会的生活。那另外一个前提呢，我也讲了，那有些情况是没有主任牧师的，但这主任牧师的位置又是什么呢？就是主任牧师他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意思就是说呢，好像上帝要许配给教会，他有牧师在当中，有牧养职分，无论你叫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监督啊，他会预备这样一个位份有恩赐的人许配给教会。那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也说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所赐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上帝就许配了这样一个福分，一个恩赐的人叫牧师或长老或监督。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主任牧师呢，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呢，要配这个牧师，然后要成全圣徒这样一个概念呢，我们呢应该在主面前呢是要祷告要求。为什么呢？这是神的心意，让有牧养的这些有位份的有恩赐的哈，不一定有这个叫头衔，但是牧师是一种恩赐我们看他的这个qualification， 他的这个资格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这个品格等等。那我这个现在开宗明义先有两个前提跟着呢有两句的箴言，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没有完美的主任牧师，如果一个教会有资本有很多聘请的这个主任牧师的候选人，那我们有时候都拿不定主意，或者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了，心里还在想会不会后面有更好的，我们再祷告一下呢？那其实我们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是没有完美的主任牧师。有一次我也看了一张图片，有一个图画说了22个特质就是一个牧师22个特质，我看下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只有主耶稣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奢想去有这么一个所谓完美的人，然后一直在等待。其实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原本很好，他也有可能会改变，
我们如果有一个主任牧师，我们也不能跟别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去做比较。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呢，就是只要最适合的主任牧师，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主任牧师，我们可以去外面找一个适合的主任牧师，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早一点去培养一个适合我们的主任牧师，这些都是可以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对工人的这个最后的评估 evaluation 就是良善、忠心还有有见识，这些呢都是我们会考虑的。其实说到底，就像两夫妻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之前结婚之前在寻找配偶，其实没有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的，只有最适合你的，你就是适合怎么样的人，他不一定是完美，但是有最适合的。那说到这个呢我也用一点点的时间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城北华安基督教会在选任主任牧师的时候的一个框架和条件。我相信当时委员会也花了一点的时间。那我想跟大家讲，这边有五个 C， 第一个就是刚才张牧师说到这个呼召他有呼召不单是有呼召，他有没有呼召在你教会那个类型，比如说这个偏远地方的教会啊，比如说两文三语的教会啊等等，他的呼召是不是那种的教会的呼召品格当然爱神爱人那么这个其他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适合你教会的一些品格，你们去看呢。这个 C 的意思呢，有 A 有 C的意思呢就是说 an asset， 就是说如果有是最好。第三呢就是 capacity， 就是容量leadership， 就是一个领导力的容量，还有 influence capacity， 他在当地在海外他的影响力怎么样呢？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个牧者他的一个潜力在哪里。Competency 就是能力Visionary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城北华安基督教会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不是一个 character lead， 不是用一个人他的这个人的去带领，是 vision led， 是我们有意向有意向，然后跟着耶稣的大使命跟大诫命，他的讲道啊等等，大家就最后就是 chemistry， 就是他有没有凝聚力。如果他在的地方，他可以凝聚同工、凝聚执事，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最后呢 ，minimum qualification 就是那个资格，MDiv 我们还有十年的牧养经验呐，还有语言方面这些都是一个要求。那最后总结的时候呢，就讲讲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我自己看呢，就是这个所谓主任牧师呢，他牵涉到一个叫制度的问题。其实呢，圣经里边是取向于一群牧师或者长老，以牧师群或长老群去牧养的。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呢，都是多多的出现了这种牧师群或者长老群。他并没有刻意去提这个的主任牧师或一个人带领的这个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呢，如果谈到制度的话呢，它是并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制度。制度有可能它有强的地方，但是强的地方也可能成为它会变成弱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任的牧师。他的好处当然指令啊明确啊大家都很清晰他个人带的一个风格等等，但是会不会这个牧者如果是改变的话呢，变成影响力呢，他说一句话整个教会的影响力会非常非常的远大，那么这些也可能是好也可能是不好。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制度呢是没有完美的而且制度呢后面也是个人，对不对？制度不完美，为什么？后面也是人，你觉得很好的制度后面也要看看那个人。所以刚才也看到就是我们在选任的时候这个人的品格啊各方面，那只有最适合的制度。那我就讲一讲城北的一个经历。我们教会呢有35年的历史到今年，那前面33年呢都是由陈春仪牧师做开荒还有带领。
那么从一个粤语的主要单一群体到下一代英语，然后英语长大，我们都知道有他们的独立的会众，然后后来还有国语，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其实城北这个过程当中前33年呢都是有一个主任牧师去带领。那么在前几年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叫主任牧师聘请委员会就开始筹备，到2017年呢就开始有一个叫申请的这么一个情况，除了我们内部申请，外面的也可以申请啊，我们就把它打开的，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我们也找的也就是一位的主任牧师，我们看有谁可以去替代这个陈牧师能够带一个两言三语还有四个群体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很特别的，我们想有选出一个主任牧师，找到主任牧师，后来神转变了这个心意，让这个一位主任牧师的想法呢就变成两个的主领牧师。那我跟这个崔牧师呢其实都是申请人之二啊，其实不止我们两个的。那我们之二呢，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在加拿大里面呢，我们在族群的中间，我是等于国语背景出来的，崔牧师是英语背景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就可以概括的概括度呢可以能够足以让英文堂的可以去明白也跟随，那么中文那方面呢也可以去明白和跟随。那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跟崔牧师两个人。其实这个的模式呢之前还有一位呢叫做 executive pastor， 就是这个行政的教牧。那我们成为一个叫 cabinet，这个 cabinet 一起去带领整个教会。那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叫 Paul Ting， Pastor Paul Ting 呢他退休了之后呢就让我跟这个崔牧师我们两个一起。那么也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是越来越好，我们是越来越认识，所以有些人开始觉得不知道这种模式是否能够行得通，但是呢我们只要有决心，看准了这个模式就是神的话，我们只许成功就不许失败。我们要在耶稣的这个相爱合一还有这个 vision led 里面呢我们努力。我求主就是给我们有恩典，也赐福给我们当中所有教会有在等待主任牧师的。好的，我们感谢傅牧师那么好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城北教会华基他怎么走过来，现在有两位的主领的牧者来带领。可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如果教会没有主任牧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参加者，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心里头的问题把它带出来。我们也在这个时间邀请我们三位的长员来分享一下。其中有一位的弟兄姐妹呢，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三言两语的教会很多事工无法完全来区分，没有主任牧师，每个堂会各个堂会如何去配合发展平衡安排各项的事工呢？我想先请这个张牧师请你从这边来分享一下可以吗？詹姆斯，请你打开你的麦。詹姆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你同我开翻佢啊！开翻，听到啦，听到啦。现在可以听到我讲了，请讲。啊因为英语、国语、粤语，大家的背景都有点不同虽然是近文化，但是都有点不同大家的做法、作风都有点不同所以在我现在我的教会就没有主任牧师，我们就是三个 leading pastor 跟执事会主席四个人好像一个牧养团队来看这个教会
啊，我们的开会也很和谐啊，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啊，同一个目标，但是做法是按照自己堂会的需要去做啊，所以啊，大家多一点的啊讨论啊，不要干涉对方，拦阻对方，一定要对方跟我们的做法一样，我们就要把这个放下来啊。不过啊，要配合就是地点使用的问题，因为特别是啊。感恩节、圣诞节，三个堂都有聚会，就是去分配啊，这方面就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大家啊可以啊迁就一下啊，分配时间啊。至于主题，三个堂都是同一个主题啊，不过做法因为大家的背景有点不同，文化有点不同啊，所以做法都有点不同。大家的方向是一样 ，mission statement 都是一样。好，相信假如没有主任牧师啊，哪个看守也好，那个团队也好，真的要很公平，靠着主的给我们的爱心来互相来服侍啊，也不是一个所谓完美的一个牧者才可以来做这个带领，一个团队也能够同样能够发挥应有的。带领工作，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同工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他就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特别要问副牧师的啊，你教会两位的主领牧者的模式是否可以推广呢？那是否与两个人的个性有关呢？请副牧师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你自己开就可以了。啊，那我回答一下，需不需要推广？其实有回到刚才的一个原则里面，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教会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在一个两言三语的教会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去思考。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debate，就是说我们大家觉得这个模式是否更好，是否适合这个时代。那其实呢它有它的好处，我们先要看它的好处。好处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两个人的话呢，其实我比如说我的背景是以中国人国语群体为主。那么在英语的方面，如果今天是只有我一个人呢，我是很难带英语群体的。几乎我觉得是很难，很不可能的。那如果倒过来呢，崔牧师是从教会的英语部起来，那么他也有带一个600人的一个英语的一个成人的会众。那但是倒过来，如果在广东话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各方面可能大家也不知道那个反应会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说不如说一个主任牧师，我们为什么不开通一点啊？两个同工来合作，加上一个行政啊，来配搭，因为行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一定会说去推广，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多思考一下利弊，看看自己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跟长老啊，跟牧师去谈一谈。然后彻底把它翻开来去看一下到底好不好。那刚才第二个问题是我跟崔牧师的分工啊。分工是不是两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你们可以这样一起来做。对。会广吗你们这个 model? 对。我们两个是很不同的。很不同的。当然我是比较东方一点，他是西方一点。我可以说呢，我真的很东方的，因为就像你中餐一样，我的个性还有我的文化呢，就是吃中餐的。他是 homing 呢，他是西餐的，他的东西呢非常简单，干净利落又快，但是呢，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吃也不一定。但是我这边呢，就是中餐呢比较款式比较多啊，注重这个啊那个啊。那你看这个，我们教会里面两言三语也说是大家的那个，可能是牧养
或者是听到的那个口味，其实这些都是很微妙的事情，所以这些都要考虑进去。你一个好的讲员，当然全球都可能是比较欢迎一点，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是这个语言分开蛮多的，那我们两个的不同呢，其实可以去配搭起来，大家的恩赐强项在哪里？所以我跟崔牧师有很明显的分工的，按照我的个性，按照我的恩赐跟他，但是我们两个都是讲台为带领的这种的 quality。好，谢谢。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问到有关，假如教会没有主任牧师的时候，那个语言的带领的一个牧者，比方说国语也好，英语也好，他们怎么样跟这个讲义会跟这个指示会来沟通呢？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这个李牧师，你可以回答一下吗？好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教会用三言两语的这个国语的模式呢，把教会的一些行政呢又做了一个详细的划分，特别教会的堂址的管理和配搭的时候呢，我们成立的一个理事会，在整个三月梁三堂的一个整体的安排呢，要有理事会在这些物业上啊，在这些特别聚会上有个安排，等到自己的语言堂会呢，有自己的执事会，来将自己本堂的无论是受难节、复活节啊，或者是各个布道会啊，这些呢都是在自己堂会里头可以安排，只要是不和其他堂会冲突的，理事会都是接纳放手，让各个堂会的执事会有一个自我的运作，所以这两个层面呢，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平时的事工中。当然感谢神，我们也有长老会，长老会是在属灵的方面的一个指导和这个守望祷告啊。现在呢，我们的长老会呢，就是会在我们的出席我们的教牧同工会，也同时出席理事会，也有只是长老代表出席我们的执事会，那么就起到了一个属灵的守望和引导。所以我们这三个可以说三部马车一起往前面跑，三个马车，但是方向都是一样的。我们一个主题也跟张牧师说的一个主题，各个堂会所做的侧重点是有不太同的，但是呢我们教会是在没有主任牧师的时候，甚至在有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也很胸襟很国度性，也是放开让我们做，只是在关键的时候有一些把关啊，这是现在我们做的。好，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两言三语的教会为什么不可以独立成为三个堂会呢？是因为财政人手上的考虑吗？如果独立了，不是对主任牧师的要求就减少了很多吗？有些问题请张牧师吧，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吗？好， 你替我开。开了。开了。最主要就是地点的问题啊。假如只有一个 建筑物，这个 building 里面三个堂，假如真的独立的时候，这个堂是归谁的？反正是在里面，就要统一的管理啊，所以很难分开，除非独立之后就搬出去。那但是原来这个建筑物是归谁的，所以会产生很多的政治问题，这里面的内部问题，所以这个要好像是理想，但是做起来是很困难啊，因为这物业的问题，那个 property 的问题刚才也其实三语大家都很 free hand，很独立去做的话应该多点沟通，应该问题不大。其实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国语的群体呢，因为他们的粤语不灵光嘛，不容易那么灵光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来要做这个两文三语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这个普通要求就是他要懂粤语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啊。傅牧师，你觉得在这个情况当中，两文三语的教会
假如他们独立去发展，不是更好吗？你有什么看法呢？对这个问题？光是看一个功能上或者说便利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更好的方法。但是如果在加拿大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可以避免的，一定要早一点去学习，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而且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耶稣也说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我觉得在天堂里面我们都是万国万族在一起，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大家继续下去会更难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困难我们就觉得就不要做呢？我们要看是不是神的心意。那像我们教会来说呢，真是走一条比较难的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叫 One Congregation and One System， 一个会众。你想想看，有粤语，有英语，有国语，有儿童青少年，我们说只有一个会众，只有一个系统。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已经快两年了，我们做这个 alignment， 整个教会里面是这个叫做使命导引 purpose driven。 那我跟崔牧师两个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的合一，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我觉得是神带领我们走一个很特别的路，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过程里面造就了我们生命的成熟和成长和容量。我觉得这个路不知道走多远，但是不要紧，这本身就是门徒学习的一个功课，我觉得我还挺喜乐的。好，谢谢。我还有收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喂养的问题，属灵喂养吧。比方说两文三语三个会众不同的要求，在这个喂养上面没有主任牧师，不能整体来安排，那应该怎么做呢？可以用什么方法来作为一个替代呢？李牧师你有什么看法吗？请问。是现在呢，我们刚刚我说到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过渡的小组一样，就是有长老组成的，有教牧同工理事一个核心的在一起，其实是帮助我们牧者我们三个堂会的牧者，我们会在一起祷告，一起商讨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在这一年中我们有这么一个配搭那么其实我在回答刚刚提那个问题的时候，关于三言两语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够独立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呢也有一个体会因为这个土壤这个我们所面对耕的这个土壤呢，就是三言两语的背景的一个会众，而这个会众他们自己呢相互依托的时候呢有一个独特的功效这个也是在我天道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曾经写一个加拿大职堂的集锦中间我分享的，就是有一个医治的功能除了彼此的支持啦，比如国语过去奉献不够啦，但是现在感谢神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奉献的比例已经可以到一定水准了，但是更多的呢就是当两类不同的人，刚刚说张牧师说了我们粤语和国语这两个背景不同，但是神又把我们放到一起，包括我们下一代，特别你看我们的下一代，现在我们的国语的下一代和粤语的下一代，还有在这儿出生下他们在英语那面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因为两个文化三个文化都不同的。那这个回到现在来看呢，原来上帝在中间就是有一个彼此认罪彼此代祷一同蒙医治得建立的过程，而这是三言两语的一个独特的功能，而不是自己，当然独立有它独立的发展，好像可以自由增长，但它也同样面对着自身的那些我们说人的那个盈余的邪恶也在中间也要对付的。可是当我们三个语言特别粤语和国语在中间的时候，这两个差异就磨在一起咬在一起的时候，铁磨铁就磨出刃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带着一个背景历史从香港来的从大陆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而在教会的合一的见证就是对现在的时代的这些文化政治是法律冲击的一个反差的见证，一个正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用一个堂会一起为一个施工一个宣教，大家就这个合一的见证
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软弱了，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我们是忍耐还有恩慈，这个见证就是这个时代的见证。愿荣耀都归给主。说我们教会虽然没有主任牧师，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不会放弃的。既然上帝把我摆在这个堂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家长打我们，或者是有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矛盾，我们不会离家出走的。为什么离开家呢？是不是有管教也好，或者有就是委在这个地方，十年二十年就这么往前走，上帝的那个工作就展开了。我相信这是三言两语的教会的一个独特的功用。好，谢谢。那教会有工人方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招募同工没有工厂，有一些教会不断在找招募同工，那当然不一定是主任牧师了。那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的整个我们北美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就面对这个状况呢？张牧师，你很资深，你有什么看法呢？什么意见给我们呢？好像很多同工神学毕业之后没有教会请他做同工当然也要检讨自己，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教会去留意他，需要他，可能是自己的恩赐有限可能自己的性格有问题，或者是自己的心智有问题，也都不一定所以我就觉得神学院收神学生的时候也要严格一点，特别是神学生的心智假如心智好的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开路有牧者的心肠的同工很多教会都很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假如有一个同工毕业一两年还找不到工厂，我觉得他都应该自己检讨一下，可能我主观一点。好，也求主帮助我们了。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加拿大华府呢，其实去年2019年，我们做一个普查，就在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很多教会都回了他们的调查吧。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很有趣的这个的报告呢，我们准备华府呢，在今年下半年才跟你们来分享。可是现在呢，也可以先在这个论坛上给你们先看其中一个问题里面一个魁府呢。过去五年我们问的问题说，过去五年来招募同工转职状况的原因了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上面转换工厂 45%， 退休的 25%， 辞退的也有 12%， 健康原因的 10% 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你看见真的也不容易当一个牧者更何况是当一个主任牧师了在这里我想在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就问一下傅牧师，你对这个招募转职等等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来劝勉我们的华人教会呢？我一直都觉得国语事工是一个潜力股，容许我用一个世上的话，潜力股但是需要有时间，意思就是说它是有潜力，但是要给他有时间、有跑道、有空间，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取向就是让同工去尝试，还有美国一些成功的教会，比如说马恩峰教会，他们也很大，他们其中一个名言就是 "fail fast and fail cheap"， 你尽快的去失败，你就能学到功课。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旁边的同工能够有时间去成长，不要期盼太高，没有关系，给他有空间。但是总体长远来说呢，国语事工和国语群体是一个非常大潜力的，非常好的一个群体。我们要这样看，你就会知道呢，一个百年树人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就要给点时间吧。那傅牧师再问你问题吧，你在城北华基那么多年都没有离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心里头的话是怎么样？你觉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个呼召，我是死心塌地的知道
我的呼召是在这个教会的，而且这群羊是我手里面委托的，不是我换教会，不是因为我自己有没有空间，我自己有没有暗牧，我自己是否失败，是我要对羊负责，我应该有这样的心。其实我 也经过一些去留的一些思考，但是 我可以说这一批羊是神托付给我的，我不能离开他们。好，这样的心我觉得决定了我一直在这里长远侍奉。谢谢李牧师，你也同意那个差不多的经验了，你有什么补充吗？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讲，领受。是的，我的呼召就是在三言两语背景下来牧养国语的群体，来向有华人传统文化的人做见证传福音。所以上帝把我摆在美丽境福音堂，也是我在祷告中寻求。我是一个中年信主蒙召的人，所以这个时间由不得我转来转去我也有点自知之明没有时间绕弯子，而是愿意委身一个堂会，或者是从牧者的角度，我们就一直做到退休，或者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其他的方面有参与服事，那都是神给的机会。但至少我在这个教会，我就委身在这个在牧者的这个角度上服事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很好众同工都发挥了他们神给他们的信实出来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在同工在当中也问这问题，我们互相很多交流，很多的互动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这边为止了我知道张牧师已经要先离开，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会议。那我在这边也谢谢傅牧师，也谢谢李牧师你们花的时间准备在我们中间来分享也谢谢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出席我们真的要为华人教会来祷告，继续的勇敢的来服侍神。所以在我们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做一个祷告吧。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在你的跟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你呼召我们来服侍你，就让我们把这个呼召坚持到底，让我们在教会虽然遇见不同的困难，就算是没有主任牧师，我们都能够持守正道，广传福音，祭道主你。主啊，帮助我们众同工众弟兄姐妹在这边一同来服侍你，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前面的路，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家国家大的华人教会恭敬的放在你的跟前，让你的施恩宝座前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赐下更多的恩福，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但能够归荣耀给你，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到你的跟前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时间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个题目，我们愿意主你继续保守参加的众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众牧者同工在前面继续的快跑的来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阿们阿们。好，谢谢谢谢你们众人啦，我们今天谢谢牧师也很难在这个线上来交流一下，在这边再问安神赐平安给你们，拜拜。